内地综艺节目《乘风破浪》日前就录制了总决赛，网上疯传了疑似成团的名单，有传台湾甜心教主黄心凌成为总冠军，而一直都是节目焦点的前少女时代成员 Jessica 郑秀妍就获得第二名， Twins 的成员钟欣桐和蔡卓妍就为港真歌打入十名。对于传出黄心凌成为总冠军，网民反应正面，认为她打破了内地优先的常规，有传她啱啱加入节目的时候不被外界看好，但是就凭着实力扭转劣势，主唱爱你形成了黄心凌效应。日前在第五次的公演入面，黄心凌的个人表演时间犹如开了个歌唱啊，网民赞她真是做到乘风破浪的主题。至于得到亚军的 Jessica， 因为有她的妹妹帮她应援，秘密苦练普通话，姊妹情深除了令 Jessica 丧喊之外，更加令到网民十分感动啊。成功打入了十大的 Twins 在录制完毕之后，开心到揽住嘴对嘴 kiss当庆功啊。另一位香港歌手薛凯琪就在社交网上留言，表示会在其他的舞台给大家正能量，似乎是物应入团啊，但是其后又 delete 了篇文。